我是在北京上学，我是学这个油画，没有毕业，然后就出来了。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已经不重要，在他说的，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以前的时代，网络开始发达以后，是一个非常快捷的时代，所以我就会很在意这种很强的一种定格的方式，要非常准确的去表达我的。 这个系列是可能不是在地球上存在的，我们跳出地球之外来看待地球一种存在状态，就放置在网上的一种，当时也是比较是反映中国的这种腾飞的一种状态的一种，54年正好是中国快速发展最快的这个时期，我在北京的这个时期。 真的很强的能感受到这种很快捷、很快捷的这种变化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，人从土地上，从这个农村、从原野，最后集中在这种狭小的这个平方米的这个空间里面，对我们思维、对我们精神有多大的变化，或者说你在这个空间里面，人想去挣脱这种狭窄的这个空间的这种状态，所以我当时就想去。 这个状态，所以就是拍这样的作品。因为很少人其实能看到这种方式去拍。 对，所以他们，但是他们会在想象里面觉得这个可能是拍电影，因为有时候我会动用到三个吊车，然后帮忙的朋友也很多。硬件当然主要是威亚，这是我完成作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后期还有一点就是我要用Photoshop 把这个干尸修掉。 真实和虚幻的一个中间点，这个很重要。其实我的意思其实是想找这个中间点。我知道这个作品的生命力，它不是说我一个想法就可以，而在于说你的细节是不是真正到位。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。用电脑来做，你用 Photoshop 是无法代替的。我想那种在场的感觉是很难达到的。
活着的一种行为的状态，其实并不是被自己这个，而是被外界的一种无形的力量来支配你的行为，包括你的思想。